两台华为，好吧。今天我们抽点多的，今天我们抽多一点，两台华为啊。说了君子协定，君子协定，他不是纯小人吗？好，纯脑瘫东西吗？啊？凭什么不让别人玩就只能？凭什么我不能玩呗？不能玩，我不能玩。早就说了，我凭什么不能玩？哎，我不能玩吧？那人家也可以选啊。哎，我也可以玩。人家也可以选啊。啊，我也可以玩。你别吵了，你拿什么？好好打吧，别吵了，他恶心我姐。哎，他恶心我姐，怎么就恶心你了？咋了？这个海影只能你玩呗，其他人玩不了了。哎呦，跟他讲话，不是跟他讲话，我操，我都忘记带鸡走了，好烦。行行行，你这样恶心人是吧？问题不大。玉坑，我还觉得你是个正人君子啊，还有点。刚才那个中奖的水友没有想到自己中奖，所以大家现在没有注册手游账号的朋友呢，这把游戏打完我就给他抽两台苹果华为啊。玩刺客全空班，两台，两个水友可以中奖，两个水友，两个名额。大家只需要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酸奶电竞啊，都可以啊。他玩个一台就把我这个抢了，那人家不能选吗？什么东西啊？只能啊，你说你要玩的就得给你，我是早说的，你妈是个高八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肯定不能仁慈的。说了，怎么？君子，君子，君子，他配吗？哎。哎，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说的，我这个得亏是抢了，不抢的话，这个还给他选到了，好吗？嗯，你好恶心啊！幸亏他妈的啊，我们一楼傻呗，以后叫你傻呗行不行？你改名叫傻行不行？傻呗，你素质挺差呀，你小子素质还挺差的呀。老子素质高低关你什么屁事呀？不知道谁素质差？有，急了急了急了，我位置抢了还抢我英雄？不位置抢，两块钱恶不恶心啊？姐，气死他赖皮！姐，他抢我英雄，姐，抢你英雄啊！这英雄就得你玩呗。不就你这么恶心的人啊？哎，咱们俩刚才说好的是空班，把凯隐放出来，我是不是空班了？我有说把这个凯隐让给你吗？啊、我自己也要玩。那我是不是说了？你说啥了？给你啊？不是你说啥了？你说哎，你说咱俩都空班，咱都哥那个，咱这把也父子局，对吧？行。对呀、啊。嗯，那我是不是一直在说我要玩凯隐，我要玩凯隐，你玩凯隐，我也要玩凯隐啊！我只是没说出来，啊、我也玩啊。没毛病啊！是我先说了，凡事都用个先来后到，对不对？啊，好玩点的不行吗？先来后到个屁呀！谁跟你先来后到、啊？姐，我这把打野，可以帮我打个野吗？绝活，可以、嗯。姐别去，姐别去，姐别去。要你来了吗？好恶心啊！我世界上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他这把玩的啥呀？他这一把。你管你爹玩的啥？我是你爹，你在狗叫什么呀？啊！我在这分析分析，你脑子呢？你不有脑子吗？你有脑子还被搞了？我是你爹，你搁这叫啥呢？不要吵老子，老子兑现，漂亮，先刷刷野。急什么？老子他妈没开眼，老子也给你杀起来，傻逼东西！你看他急这个样子，素质堪忧，真的，这小子素质太堪忧了。确实，输两把了，嘴还这么硬，真的。几乎没素质。废物东西，我杀了你呢？你呢？哦，他拿了个。今天你要这么说，今天晚上就给你单飞打没啊？可笑可笑。姐，今天晚上给他单飞打没，让他白打一晚。可以。直接给他打没。直接给他打没？妈的，气得我心肝疼！他妈的傻逼东西，老子接单接这么久，遇到这么个恶心的玩意儿，哎，你的嘴别跟肛门一样，好吧？别满嘴喷粪，你是不是喝了开塞露啊？啊？我和你棒槌，喝你开塞露。你是不是喝开塞露了？你这个嘴怎么感觉喷粪一样的呀？你能不能杀人啊？你能不能杀人？哎，我杀不杀人跟你喷不喷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懂不懂？你能不能刷？你行不行、啊？哎，上一把不也落后了吗？你不是不行吧？哎，我行不行不是你说的算，懂吗？姐，我再杀，就你这种输两把的货色，你还有好意思说出话来了？就你这种人还榜二？哎呀，说实话，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你都没有之前被考核的他们那些小兄弟打得好。你能不能别叫呀？就你这还榜二呢？你是不是有水分？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榜二是不是做局做来的？啊、你的榜二。对呀、啊，我给你一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机会。全是我玩那玩上去的，是不是？啊啊！你们是不是全是玩那玩上去的？哎，你不是你吗？你没啥实力，你怎么会是榜二呢？操作他呀，操作他去杀人啊！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这个人在边上，他想 K 头，我不上。你肯定不上，啊、你别上呗，你赶紧别上啊！我着急一下，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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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恶心啊！你咋不上呢？帮你抓都不上的呀！啊，嗯，蛮恶心的是吧？你能不能滚啊？你能不能滚啊？姐，这个狗吃我兵线姐。要你滚，要你滚。你咋不滚呢？你他妈上局不是也去吃人家上路兵线啦？啊，我是你吗？现在你去吃他野啊？知道什么叫做以牙还牙吗？虚空，嗯，虚空，假肢，嘿嘿，是的呢，舒服，爽，太爽了，哎呀，你去他兵线，你去，你能不能别说我，能不能滚呐、啊？啊，不能，还我还吃个塔皮呢，你能不能滚？你还吃我肚层是不是？哎呀，太恶心的肚皮，吃过擦皮极了，我感觉我心脏病要犯了，心脏病犯了，心脏病犯了咋办呢？肚皮，不是喜欢、啊、怎么这么恶心？他不是恶心到现在呀、啊？不是喜欢玩剑的吗？讲道理，你能不能别这么犯贱呀？啊啊，你做个人行不行？好好人不当，你非要做狗、哎、是吧？犯贱的事不是你先干的吗？上中上。哎，好好的剑不学，你妈非要学下剑是吧？啊，下剑的不是你呀、啊？啊，那不是你吗？是啊，是你啊！你在他妈吃兵线吗？你学什么东西？能不能滚啊？滚啊！你吃我线的时候怎么不想到我会吃你线呢？啊！说话，能不能滚？能不能滚？为什么要滚？能不能滚？你告诉我，他这样玩，他这样玩不了解。他不了，你别玩，你就去说。你告诉我，你现在能干点什么？他太恶心了，姐，我没见过这么恶心的，真的。你不会去恶心他吗？你不会去吃他的兵吗？那、啊、已经恶心过了，抓不过他。他前两把已经恶心我两把了，我记得，懂吗？齐了，嗯。本集，你真的是恶心给，你他妈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你真的。恶心太尖了，你这么还整上谚语了，整上歇后语了。是的，这亚索怎么看起来傻傻的呢？这亚索，哎，你不应该去干这行、啊嗯，你应该去那个考研。你这顺口溜说的，一溜一溜的。他妈老子被你气了，六级没学大。六级没学大，六级没学大，你演你家老板是吧？搞笑吗？六级没有学大，六级喽。走了走了走了，姐，走喽。舒服啊，能不能滚、啊、哎，他到你那儿自助餐了是吗？那他也去，你不能进吗？他也去撒尿了，熏着你了。姐没办法，姐，那个我可能刷不了他，刷不过他。姐，我在下，这下路有技能吗？你凭什么刷不过他呀？他在人家也去，你去吃没有引燃啊？其实他的鸟被他吃了，你去吃他石头啊。吃他狼啊！我没打野刀，刷个野。你没打野刀打不了是吗？锁了可疼！他开局他恶心你，你为什么不直接就换个惩戒啊？哟！哦吼！帮你抓人，为什么还要闪现抢人头啊？你小子！能不能滚啊？能不能别犯贱呀、啊哎？你能不能滚呢？你了，你滚好不好？哎，你能不能滚、啊？滚好不好？哎，我上把玩狗头，让你滚的时候，哎、你怎么不滚呢？中路是我的，中路是我的。哎呀，上把玩狗头，上路是我的，你为什么来啊？你去跟他去抢啊？去抢他野呀？他就一个惩戒。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来？对吧？说话呀！姐，我去抢他野去。抢我野怪！我不对线，想去抢他野。你不对线了，你线都不对了，啊！你线不对了，那我对线去吧。你刷我的野吧。我那塔还是得守的呀，是不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啊。没事，我来下路，我们换线。哎呀，中路这个亚索怎么零杠三了？姐，能奶一口吧，姐。奶一口吗？换线不换线，我帮你杀啊！奶一口，奶一口。
只有加速吗？这小心啊，就差那么一丢丢。没事没事，我看到这个中路亚索零杠三了，想给他送一个。我马上变身了，马上变身了，我这把好纠结，不知道变什么颜色的凯。也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们慢慢打，不着急。我着急，你不着急，我着急啊！蓝色的是不是更厉害？慢慢玩。换两把，输了两百多个头。完了，他嘎了。哎呦！变身还行。嗯，这把变什么颜色的呢？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红色还是蓝色呢？你别死啊！好纠结，真的很纠结。红色，红色，变红凯吧。哎呦，这亚可亚索终于三杠三了。解锁吧，解锁吧，我们这血量。我变红凯了，他他妈去下路对线去了，我操！嗯。哎、来来来，去下路堆上线。他非要来脏脏别人的兵线，这人真的什么什么习惯。那他在下路吗？来姐，下路都给他了。他第一把，他第一把拿个猫罐，他这把我跟你帮着你杀，你还杀不起来吗？哎呦，漂亮！你这耗子，漂亮！哎呀，漂亮！上路那么点血就杀不掉，姐小心，别不能只给他送了，我来了。也没事，姐没事，慢慢拿一些。没事，我等我就给他宰了，好吧？我下包就大了，下包就大了，我慢慢来，好了，保证能杀掉。他是终结。终结，我看到了。都干嘛用啊？没事，姐，咱养实行养猪牛，你看他值400块钱，等我一拿就是700。装备直接起飞，怎么样？养猪牛算牌可以吧？养猪牛是什么东西？不懂就别问，好吗？好好看，好好听，好好学。擦个眼，行不行？养猪牛。他这一把下路，他打得过露露加金克斯吗？哎，姐，他打不过。姐，你别这样啊，姐。那我控人，你倒是上啊！姐，你别这样啊！打不过呀，姐，我整不会了。这样。哎，咋不上呢？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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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漂亮。碰一下，我真服了。哎，你这不给人家？哎，我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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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怎么死了、啊？能不能滚啊？你好恶心啊！你怎么有这么……我跟你说，以后生儿子没屁眼、啊，真的。哎呦，你他妈才生儿子没屁眼、啊、呢、哎！你怎么他妈的老他妈人身攻击呀、啊？你他妈对他怎么老人身攻击、啊？你傻逼似的。你少跟人他，你少跟他说两句话行吗？跟个傻狗一样的。你多杀点人头，什么都有了。打不过就人身攻击，我操！他打不过就人身攻击，这人跟个废物一样，好吗？我的，嗯。妈的，欠骂！姐，你听我指挥。姐又拿了，你听我指挥。这都杀不掉你。八个头了，讲道理。还行还行，他这个人一开始搞我心态，给我心态搞崩了，我不知道怎么玩呢。搞你心态，你指挥我，你要怎么指挥我、啊、人家八个你一个。姐，我们放线，我们放线，收集者一出怎么应对。嗯，哎，你是我儿子呀，12分钟压了你。姐，他说那句话他没皮眼了，江大力。我差点忘了这一回事了。杀不掉。哎，那个星空，你不是我儿子吗？你咋回事呀？说自己没屁眼。姐杀了，姐杀了，杀了，杀了，杀了。姐是的。我虚背就你这一个儿子，我虚背，你咋回事啊？他又死了，二杠三了。嗯。他开始。妈的，人家到现在八个头就死了一次，你看你，人头还没有死的多。副战技是他的特色，特色就是副战技。打得过吗？红凯又杀他蛋。哎，这把好像是父子局啊，输了喊爸爸的啊。对。哎，他这个人，他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个人全身上下都是屁眼儿，皮
是燕子。屁！妈说话也很臭，满嘴喷粪在这儿。是啊，他那老搞人身攻击着呢，打不过他打不过老搞人身攻击，我操！你别听他们说，你别听他们说，就去杀人。还好你悲哥今天心情还可以。赶紧把那个人头给我追一追，人家九个了都。或者高低要给你上上墙了。九个喽！我操，交闪！走，不给他杀，不给他杀。OK，那你也拿不到呗。我不去啊，我现在拿头人容易啊，我不去啊，怎么了？这局可是父子局，要有人要叫爸爸的。你能不能闭嘴啊？姐，我来了。闭嘴啊！父子局凭什么闭嘴？凭什么闭嘴？给个理由。你是老板吗？支配我老板？你玩恶心的呀！你玩恶心的呀！哎，玩恶心的！哎，你没玩恶心的呀？你有没有玩恶心的？我怎么是玩恶心的了？你上马没玩恶心的吗？没有，有没有？你等等等等我，哎呦，我给你套盾都套不上。我记得他脚月都在脏我的兵线啥的，我还没计较呢。我什么时候脏你兵线呢？狗头那把有没有脏？我脏了你几波？脏了你几波？我脏了你几波？你还问几波？脏了你一波吧。猛猛，啊、他他妈猛猛在那儿脏，上局打那个狗头的时候。他还搁这装起来了。你现在思考一下，总结一下，你现在应该怎么打？怎么才能帮我把这个头赢回来？总结一下，快点！我深呼吸一下，姐，我用一下我最近学的那个冷静的办法，我深呼吸一下。十个头还行，十个头。我现在，赶紧总结一下，你好好学。魔切，三速鞋。车把这个装备有点恐怖了。他给我现在搞疯了。我就真的很好奇，你那个两个眼睛是两个出气的吗？你用眼睛呼吸的吗？来姐，算了，姐，我们打稳点，不着急姐。你自己看看那个人头差了多少？看到了，姐，等他上来。妈的，还在推是不是啊？这个他妈的。没事，他只要反正门牙塔不掉就行，无所谓。给他推无所谓。我这局被他给我搞成中单了，我操！他下路又送了，他又在送人头。哎呀，别着急，别着急，你又死了，你别着急。我怎么不着急？你告诉我，我怎么不着急？他又在送人头，来，我们去下路给他解决一下，看看怎么个事。用得着你们了，用得着你了。哎，考核必须得考核你们，没问题啊。是啊。是不是？还不让人家考核了？你考什么东西啊？考考你吧。英雄半英雄，今晚一些赖皮的东西，考什么东西啊？你配当这个审核官吗？啊，你配吗？他不配，你配。这个露露单杀，你很配吗？啊，老子绝配，顶配，天仙配。你都二杠五了，你为什么还说话呢？你都二杠五了。配不配了？你赶紧杀点人行不行？买一个。还不如第一把呢。买个魔切，他都二杠五了，怎么还在说话呢？二杠五也能说话呀？他们好恶心，我真的，我现在想，我都，他给我气的，就是，我都背过气去了。哎呀，你死呗！他抢你一个凯隐是相当于把你脑干给抢了是吗？不会玩了是吗？青雨来一个，不是姐，他抢一个凯隐，他恶心，我操，这亚索伤害有点高了，他过来吃我线。我压根打不了。你他妈的说你玩凯那个你玩凯隐，你又没有说不让人家玩凯隐，凭什么凯隐只能你玩，别人玩不了啊？姐不搭理他，不搭理他。妈自己说他妈君子协议，这会儿他妈又踢地上别的了。不是啊，我来下了。我同时打不行吗？他已经废了。他这个永恩已经废了。急死了。已经废了，他已经完蛋了。我在这一直想办法，你在这跟人家聊天，你真的有心情是吗 ？Nice， 又来一个，再来一个，十二个了，还差十一个，赶紧追呀！榜二怎么上去的？说，有没有水分？有个鸡毛水分，他们自己打的。我感觉有水分，说实话，真有水分。谁给他水分啊？哎，去呗。我在这污蔑人、啊。在哪？那个照片要正常的还是激情的？要激情的。我一猜你就会这么选，可以。激情的，老板。
姐，我姐姐姐姐，我先发育发育，姐，我先发育发育，不着急，无敌了，无敌了，十五个头了，我先发育发育，我能追回来的。啊，我爱着你发育的时候，我走，你自己发育，你自己吃经验行吗？有没有惩？还有惩，算了，我走。还想抢我的野怪？嗯，你还想抢了吗？你还想抢我野怪？你还想抢我野怪？我抢了吗？啊，我抢了吗？你看没有成绩。我抢了没有？你想抢，对不对？哎，我抢了没有？我你抢了没有？他现在也就是只能说这个人有赏金。别聊天了，姐，杀不了，赏金给他弄了。杀不了，杀不了，我没大招。我有虚啊，姐，杀不了。哦，没大招，打不过他。姐，我真气不过呀，他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贱呢？哎，比贱比不过，我脸比贱还真比不过你啊。你是给他抓起来行吗？姐，我能报警，我都已经报了。你气不过你不能想想办法。回家了，回家出装了。嗯。劲爆的照片，打完再看呗。哎，这个人现在很狂，已经开始越塔了。谁？我看看怎么个事儿。这个诺手，诺手是吧？行，十三级的诺手，我十五级，老板。上期你是真废物，我十五级，你是真废物啊！怎么个事儿？姐，你别说我了，姐。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姐，我求求你了。不说你，我说谁？我一千块，是一千块吗？是不是一千块？一千块，一千块。OK。无敌了，姐，我正在尽力打了，姐，他这个人搞人心态，怎么才都三杠七了呀，永恩？下路线那么好，你不去发育，你来中路凑热闹还死在这儿？不是永恩怎么三杠七了呀，永恩？我杀了个人啊，姐。你不是说你要发育吗？你先发育，你现在杀什么人啊 ？Nice， 我操，被他经济没经济，要等级没等级。我不是着急吗？我没办法，姐。击飞我操！交闪这小子，还有 K 你个头！你过来，我控他，这塔就剩一丝了，过来就直接给他越了呀！来来越越越，快点哥，他叫你呢，越，他有点着急，快点给他越。拿捏了。我想把这头送给露露呢。我这把发育有点好。不是你干嘛呢？你干嘛呢？又死了。还有虚弱。你怎么？你咋回事呀，榜二？反而就这实力啊，虚弱啊！你不能别叫啊！哇，那不是你他妈就会捡漏，一天到晚除了捡漏，你会叫什么？李飞哥跟你说话叫啥？虚弱啊？怎么了？行不行啊？怎么了？你在干嘛呀？你在这说人家捡这捡那，就吃你线，你不会恶心他吗？怎么了？嗯，十八个，他是个打野，他吃我线，我抢不了他野。红凯面前人人平等，十九个了。我抢不了他。你今晚你准备给你老板输几个？怎么说？说，输几个？你急什么啊？游戏结束了吗？这局的话，要是一百的话，可就三百了。现在什么人头比？妈拉你十六个了都。好了，姐，给他杀，给他杀，没事，我先毙了。让你老板去死啊！哎，我老板死是怕对面点投降，而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啥意思？他也要送一个。你死是什么意思呀？哎，啊？假肢也送了。你死是啥情况？好恶心啊！你们怎么能这么恶心呢？啊？哎，对你这种人，不要做人牛一，哎，做人牛一线，日后好相见呀，啊。哎，不想跟你这种人相见啊！你这嘴跟那粪缸一样。不需要跟你相机，不好意思啊。你是真废物啊！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废物啊 ？Nice， 哎呦，四杀！夸抓 Q， 姐五杀。怎么追呀？五杀，不跟你开玩笑的。这个人在哪？找一找呗。那人肯定在家里，不敢出来。嗯，那算了。他们好恶心啊，姐！他们一开始就。他妈的，在一楼把我英雄一抢，然后上线吃我兵，恶心我，刺激我。你能别说了吗？八百年前的事了，能不能别说了呀？他人不见了。这局的事啊，什么八百年前的事啊？真的恶心呀！去把他那个蛤蟆给他刷了。他没有，姐被对面刷了。哎呀，这打野不出来呀！把他核心刷了。OK， 姐。老板，你送人头就行了，其他让我来，好吧？没有人啊，对面人不出来啊。对面不出来，对面不出来，完了这炮，我站在这不动，再让这露露杀我。我这装备神装了，我等下回家买个死亡之舞。
有时效的发育现在就已经神装啦。嗯，神装了已经。很猛。哎，他要给我大勾引哟。这个诺手才不敢上呀、啊、这诺手。你怎么让人送啊啊。你他妈这么好的装备你怎么哎你老板不也在送吗、哎、上呀你不也在送吗 你连你都在送了。你怎么不敢上啊你怎么不敢上、啊、我他妈的才送了13次你都送了9次了还就是你逼逼。装备有什么不敢上的去杀人。Nice。哎快点有点痛。屁股都让人家杀完了。Nice, 两个。三个。我操叫你能抢到一个吗你能抢到一个夸张 kill 四个四杀、okay、搞起怎么等下让群里面这帮人知道我一个管杀五杀五杀跑河炮五杀五杀了哎呦怎么办五杀了你看你刚才我都不准备上呢你家陪伴一直让我上上上非要让我拿五杀就是真的不知道咋想的你家陪伴是怎么想的啊你到底能不能行人家他妈28个人家马上30个了你三个比你多个零都不是面子问题了你让我输这么多啊邪卖了本来不想上的你非让我上那上呗那上就上呗是吧赶紧送赶紧送快点快点我赶紧去送哎对不起姐姐别生气嘛姐姐没生气嘛姐姐嗯哥不要学我说话恶不恶心啊28个头五杀五杀五杀啊拿点人头这个嘚瑟是吗来拿个人头肯定嘚瑟呀、啊、咱不比人头吗是啊你快点过来这两个人没有技能净说这种没有脑子的话你这人你是不是本身你就哎我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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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技能都杀不掉的吗哎哎呀救他一命哎呦太善良了、哎、这个头得拿对不起对不起我用嘛我救救你哎死得好啊你小子哎呦你下一个我哎呦两个打不动我还在走位为什么你这么废我打不动我姐他装备太好了他这个装备给我我也能这么杀姐哎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装备啊 他开局就带着装备吗他开局带着装备出来的吗也跟你分析一下姐我来一开始先你给我分析你他妈去给我杀人别给我分析了 好姐、哎、那我给你列举一下好了让他血怒了血怒没有用你听我说进入他身体你听我说他的战术是这样子的这个人我已经研究透了就是这几把一打下来我已经研究透了嗯我知道下把怎么拿捏他了真的真的你听我说姐你先听我说完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再骂我嘛我绝对那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不行 啊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解释一下姐姐你是想把我气死吗没有姐我怎么可能会气你解释什么你解释什么在这总结 姐我解释我解释我解释看路他们你姐等一下带你看路啊看那个梅花鹿把把都是这样子的姐老板等一下带你看梅花鹿不多逼逼可以、嗯、姐你看这个人他用我的套路啥套路啊你要带你老板看路 啊, 路啊、哦、你也带你老板看路啊你就不能给我去杀两个吗他3-11了他、啊、这个人好恶心啊哎呀这你都抢不到你这么贱的人呀、啊、哎，你这个贱种为什么还在说话呢赶紧拿头吧还有时间跟我互动啊！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哎，这把父子局啊这把输了得喊爸爸了啊！而且还是他提议的，这一把还是他提议的。我本来不想提议的，他还怎么喊呀？哎，凭什么喊呀？你凭什么喊？不是你提议的吗？你玩脏了呀！你一开始就玩脏了呀！啊，玩脏的不是你吗？你先玩脏的，我才玩脏的。谁玩脏的？本来不想玩脏的。你这种玩脏的，那对不起，我只能用脏的回应你。有问题吗？你承认了吧？你玩脏的吧？哎，你先玩的呀，那我肯定玩啊，对吧？什么时候玩的？跟他对什么话？你总跟他护什么洞啊？那人就摆在你眼前，三个人去打他一个，你抢不到吗？我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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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废物啊？他妈三个打一个，你被人家反杀，你被人家杀了。37我他妈一个管理的脸被你这么打，我要不要脸的呀？他不上去哎我肯定不上呀我为什么上你给个理由为什么得上对吧我在挨这个揍他都不上
我为什么得上？我跟你说，我可在这听着呢，说话不算数，自己说的话不算话。当我这管理是他妈摆设呢，他妈我有录音的，他想到、哎、想他妈滚刀滚。一言既出，卓马难追。可以可以，啊、你不完我希望你是一个大丈夫。啊、哦，四十个了、哦。我有录音，你他妈自己说的空班。对啊，咱们空班了，咱们空班了，咱们空班了。我们空班了呀。对啊，我们空班了。你有没有说别的？没胆子，怂，怂的一批，怂。你先把爸爸喊了，下爸爸把凯隐放给你，看看你怎么个事，啊？你敢吗？对吧？就把凯隐给你放了，你怎么呀？对吧？让你输的心服口服。你先玩耐的，好吗？哎，你先玩耐的。哎啊、你不喊不喊吧呀？反正我这把赢你老板不就行了吗？对吧？我又无所谓。你看，我又再拿一个。你看你老板，反正你老板难受的是你老板，哎、你又不难受，对不对？输的又不是你的。人家什么四十一个了，四十一个了，你在干嘛呀？你他妈还在逛街？我在刷河蟹。逛街。河蟹是头吗？我一开始我说让你刷河蟹，让你去抢他钱，你当人头给我刷了是吧？哎，比又来。哎，你怎么又开始喷粪了呀？哎、又喷粪了、哎、你怎么这么贱、啊、行不行、啊、你怎么每次抢不了头就给他骂人了？你这个狗、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狗呢？进入你的身体。 Nice 一个两个，他妈的，人家在人家人堆里边来回七进七出，你他妈在干嘛？你在旁边看戏还能看死了？七进七出，我被落死44个喽。这个落鼠追着我打，我打不过。你能打过谁？你告诉我，你现在你能打过谁？我没大，有大他打不过我对面。能不能打过？打得过，打得过。他死了，露露，他已经死了。对。咋？露露在家，在家里呢。45个了，还差五个。我操！凯隐五杀。这凯隐这英雄太变态了，太强了。确实。能不能闭嘴呀、啊？46个了，啊能能啊、老板。是吧？46个了，46个了已经。嗯，姐，我拿到50个，带你看看路，带你看看路啊！我开玩笑是吧 ？OK。带你看看路。你告诉我，你这把有什么用？你有什么用这一把？姐，你给我发的照片是有点太刺激了，感觉。好看吗？喜欢吗？好看是好看啊，就是挺好看的，挺好看的。靠照片上的管理是吗？我都看出来了，我靠照片上管理，我他妈的是一个女的，我给群里面这些女老板发我的照片是吗？你他妈什么逻辑呀？ 啊就是靠照片上的管理、啊、女老板不看吗？女老板他妈喜欢我、哦、爱我。哎，芥末，你是不是靠照片上的管理啊？我之前都没听过你。你可以给这种陪玩发呀，给像他这种狗陪玩发呀。你看看你勾引我，愿意给人家发，人家长得帅呀，我想跟我喜欢人家，我给人家发怎么了？哎呦，喜欢人家呢。你这么说的话，我都不好意思，我脸红。你跟他抢人头，去跟他抢，跟他抢。我也脸红。哎呀，永恩什么意思？永恩，说话。永恩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杀人什么意思呀？哎呦，四杠十三了，有了半个小时了，你才给我打这么一个头。嗯，你问什么意思？太恶心了，你先让他 A 我一下，你然后你再弄他。好，我不追他，我放他一马。哎呦呀，他不他妈的！我47个了，再拿三个的话，咱得翻倍了。我去刷他爷，我去刷他爷，姐，你放心，姐，他是你说他的战术就是恶心。你这么点血，你不先去刷核心，你先刷这个爷。一样的，姐，我吸了回来了，我能吸血。我能吸血，姐。你干嘛？我就问你想干什么，哥们。48个。啥？这边这看戏。诺手劈他！诺手劈他！他打不过，他打不过的。姐，我走了。我救救你！我救你！芥末。我。你看你陪玩都不救你。我只能走，我没办法了，我打不过。你就给我扔这了。那我能怎么办嘛，姐姐？哇 ！OK， 49，得亏先拔出来了，还差一个，不然死了。49个了，再拿一个，咱们翻倍啊！姐，你跟我说什么？你这把打的是什么？姐，你听我说嘛，你之前都好好听我说的，怎么这次不听我说了呢？姐姐，你这次你让我听你说什么呀？
人家五十个，你五个，你让我说什么？没有大不敢上。哎姐，他们我们之前说的是不是我拿凯隐，对不对？我拿凯隐，然后我们再去玩这个，再去玩这个父子局，对吧？哎，五十个了，没拿到凯隐，翻倍，五十了，翻倍翻倍啊！我没拿到，你还在还聊还聊，你小子还在聊天，你还在分析，你还在总结。你别再说了，姐上我身，再说了，姐上我身，上我身。我被夹了，我痛了。我要为你的这个错去买单，我怎么那么傻逼啊？五十，我是你陪玩呀，姐，这个不算的，五十一个，姐，我带你复活，带你看小鹿，好吧？看小鹿。OK OK， 好，可以。真他妈丢不起这个人！哎呀，我都要带老板看小鹿了。某些人怎么还是副战绩呢？五杠十三，啊，这是榜二吗？你这榜二，说实话还没那个之前那个榜五玩家五号厉害，真的。快走快走，你就不能跟他打一打吗？我打不过他，我这个装备。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先走去。真能跑啊，这小子。哎，这局虚杯杀到五十个，你分析一下怎么回事？然后分析。哎，我凭什么分析啊？得分析。算哪根葱啊？我哥哥说，行，他妈别说你瘦，你说我走的，你都说这么多，你都得挨骂。得分析。骂你都活该。姐，上我身。姐，我慢慢追，姐，姐我慢慢追，你相信我。我回家。现在是35分钟，你告诉我怎么慢慢追。慢慢追是要追多久？我有点生气了。打几个小时？准备打几个小时？打一个小时够了。53个，他才5个。我可以。54个，你还是5个。妈的，比你多一个零还要多。姐，上我身上看小鹿，看小鹿，来来来。姐，我回家接你啊。在家等你呢。啊，真废物啊你！来，Q 闪我，我没办法。Q 闪你没办法，你有啥办法呢？你让你老板输有没有办法？别叫我跟我老板说话，你过来打什么嘴啊？哎，我就说，哎，你看我又拿头了，我就说。Nice， 又拿一个55个。玩不起的不是你，你怎么才是我们的零头啊？哎，玩不起的是你，这把你说的，喂，我放凯隐，咱们玩父子局，哎，我放了呀，对不对？那你给我拿呀。那你拿不到不怪我们呀。你没说呀，你没说给你拿呀，你说放，咱们空班放凯隐，对不对？对呀。那你给我拿呀！哎，不求你能把这个给你拿，你得再加一条给你拿。少出两个行不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我放了凯隐了呀。那就这把不算嘛，下局给我拿凯隐嘛，咱俩比一下。姐，看小鹿，看到没有？这什么鹿啊？这什么品种的鹿？梅花鹿吗？没见识的东西，什么鹿都不知道，什么鹿啊？你告诉我什么鹿、啊？他妈的，有些人连看都看不到我。有什么好聊的呀？你们很熟吗？这把目标80个，很熟吗？先拿80个。姐，我在。80，我走了。姐上我身，姐上我身，上我身。我吃个蓝。我们拿土，我开始屠杀了。能不能上啊？他们也过来去抢啊！击飞三个人，我怎么上、啊？转圈一个人头。我现在两个人头。等一会儿，人家都杀没了，就剩你一个。进入他的身体。4个头 ，nice， 4个头，又一个4杀，4杀啊！有病，59，我是脑子有多大坑？我点了你啊，我选了你啊！诺手呢？也他低头，我要不要去送啊？就是、等一下又点。我跟你说，根据我的研究，他就是运用心理战术，然后一直来恶心对手，在这儿呢，这儿呢。你懂吗，姐姐？五杀应该来了，拿不了了。少分析，多杀人，多发育。对面没活可以连上吗？这不是分析，打游戏出来接单子不带脑子的吗？你不带脑子出来接单吗？姐，我诺手这么嚣张，直接跟人家搭话，直接跟人家聊天，有什么好聊的？我不跟他搭话了，这些。我不跟他搭话，我好好分析，分析之后我战力会暴涨。哎，进入你的身体，哎，还等他死了，把他老板劈死了，然后咱们再拿他的头，完美这一波。你不要跟他们一起，姐，你不要跟他们一起。这一把咱们有5杀吗？这一把有啊，有一个。哥们，你得好好分析了。之前还是2倍，现在马上分3倍了，继续分析一下呗。是的，往3倍分。分析出来了呀，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去玩一些。你赶紧多分析一下。心理战术啊，搞人心态呀、啊。哎，搞人心态。有没有什么软？
哎，我搞人现在还没你这种嘴臭的啊，搁这满嘴喷粪呢。哎，怎么还抢我野怪啊？他妈的，游戏玩的菜，嘴还硬。哎，我也有。啊，你也有啊？那至少我这个 buff 我抢了呗。哎，我救救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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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哎，死地好，好死！六十二个，好死！他一点点死了，这个打了半天，让人家一个点燃给人家烫死的，你在干什么？你在打什么？我想买个三速鞋子。没有引燃，我们在打野。打小龙去了，我打小龙去了。姐，姐，你不要急，你看之前我们两个打的时候，就是我是不是都是后期发力了，对不对，姐姐？别他妈跟我提以前了。姐姐，那我们总要有例子在，对不对？就像你这次选择了我，对不对？经常我们两个经常一起打嘛，对不对？那你也知道我实力了，我今天只是发挥就是有点问题了，你不要被他们气到了，他们就会搞人心态。就是把你人心态搞崩，然后让你操作出问题，让你思想出问题，你懂吗？姐，他们就这样玩的。你少分析行不行啊？能不能别说话了？我没分析，姐姐，我在跟你说原因，姐姐，姐姐你信我，真的信我，我特别真诚。姐姐，我特别真诚，我刚告诉你了。64个，给我少输两个。64个，没行行没问题，姐姐。你赶紧分析，你再分析的话，我就剩80个了。你再分析的话，哎。我们54个的时候你是5个，我们64个的时候你怎么还是5个啊？也不能别叫啊啊！一天到晚就玩些怎么回事、啊？阴间玩意儿，阴间玩意儿、啊，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在搭什么话？搭什么话？跟你说话了吗？阴间玩意儿，跟你说话了吗？他妈个废狗，赶紧给我拿人头！这边总结分析研究解释，他妈原因，你理由怎么那么多啊？哟，老。压不住了，死！姐，他们就是玩赖的嘛，我只是在说死玩赖的。65，比你多了60个，这家人实话得收一收。有有有，这什么东西啊？哎，啥意思啊？你管我什么东西？哎、已经100个了，他已经通不过了。哎，永恩急坏了，永恩67个，永恩急坏了，永恩，快点快点，67个了，小小拿个3倍吧。莫欺少年穷，咱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莫欺少年穷，然后第二把打完，莫欺中年穷，这第三把打完的话，莫欺老年穷，第四把的话，他要入土了，死者为大，得让了他。我抓眼了，姐，现在不要听他们在那放屁，好吧，姐姐，他们就是玩这样的。我怎么就听你在放屁了？听你放一整局屁了？我救救你！哎，死的好。哎，我就不死，这就红凯的含金量，嘿嘿。没办法，到16你到底有什么用啊？你有一点用吗？那个焦糖，这个芥末点的是个分析师吧？应该不是陪玩，应该是分析师，专门来分析的。可能是。是吧？可能是。我真服了。你怎么还分析了？脏的，咱们打游戏吗？安安静静跟我打，有这个屁事？哎、啊，我就安安静静跟你打呀、啊。那个姐，我有个事问问你，就是、啊、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客服推荐给那个有个老板叫棒棒的，啊，他昨天挺想点我的。不就是上次我来的时候那个棒棒吗？对，就那个叫棒棒的。我没有推荐，但是他一直缠着我推，你知道吧？但是我没理他，因为他妈的那天我一来他太嚣张了，我一看他那样子我都烦得要死。你没推吗？而且你当时不是没有，而且当时你不是说不想接他单吗？我就直接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就这个人还要单子推呢？你这样的榜二，你这样的人都是榜二了。我没单子，你在搞笑呢？你他妈5-16，都有老板点你呢，我们榜一没有人推，开什么玩笑？来，姐上我身，姐不送了，姐不送了。中路有头你不来，你去那边干嘛呀？不是你推的吗？我以为是你推的。没有，那还有谁推的？当时让他死了多少的心。不是你推的，一个 Q 死了。我救你，姐，我们先把他卖了。那你救啊！他要回来了。你真要脸啊！你真要脸呀！你他妈让人家救你！
姐，我刚杀了一个姐，没有，我嘲讽他的，他说要救我，他救我啊，他又不救，他搁那装逼呢。72个，72个，72个。你小心出门招雷劈，我告诉你。你哪的、啊？这两天是不是下雨啊？72个了，不是，徐杯他来找你麻烦了吗？还是怎么了？他这个他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的客服的，然后想要点我。那天客服找我说有个叫做棒棒的要点我，然后被我拒绝了。那天有个预约单也要点我的，我就没去了，干嘛？没找你麻烦就行。没事，别理他。就挺好奇的。妈的，我那天看他狂的要死。我以为你推的呢，干嘛？没有，我怎么可能推你？当时都说你不想接他单，我肯定不推、啊。出个复活甲，出个金身，他妈老死老死。姐，再你看一次小鹿，好吧 ？OK。你恶不恶心呀、啊？拿我的套路去撩老板啊？去撩别的？真的？哎。我截个图。截个图。好恶心啊！哎呦，好浪漫。太浪漫了，叠上了、如果是蓝凯的话就好了。然后如果到时候说个是个那个来中路、啊、那个有个皮肤叫做啥来着、啊、我帮你去杀呀，来过来呀，应该有个还有一个皮肤叫风雪那个叫啥来着，人都走了你来了、可帅。他要是找你麻烦或者有什么事的话，你一定得找我啊。好嘞，好吧，别他妈的给他面子什么的。好的，别惯着。去，老板也没啥事，去，他妈怎么嘴瓢了，你去啊。哎，我的、哎、你的你拿呗，你7个，我们75个嘛，还差5个，3倍了。所以呢，3倍。我把这个截图发群里面了，我说徐杯带我看小鹿。不太好吧，姐炫耀一下，不太好。这其他老板看了，到时候以为我是渣男。你让我少说两个头行不行？没事。姐，这个人惹不起，姐。惹不起，死了，他死了，我杀了，流死了吧，他死了，流死了，吓得他进入你的身体，真他妈出来，你又给我玩这个什么长眠不起了是吗？姐还差4个，我们就是、我要发群里面别的老板能不能吃醋啊。姐别发吧，发群里面到时候不太好，我已经发完了，怎么办？那坏了，你不能是怕别的老板吃醋吧？可能没有，你这样的话我就带不了其他老板看小鹿了，好吗？明白了。群里面一看到完了，你换金身啊，笑的，你复活甲呀，你看这个像那个亚索都卖队友，我出金身姐，就卖了呗，这对面的人就被给他们卖了呗，就卖了呗。我跟你说，我见过恶心的，我没见过这么恶心的，真的，一山还有一山高，我真见识到了，好吧。你要是不怕别的老板吃醋，是吗？现在吐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是吗？找不着那个 QW 搁哪儿了是吗？你要是不怕别人吃醋的话，那我就当你是唯一。你在那给我委屈上了。那我就是当你唯一看小鹿的老板了，我更开心。他坏我道心，你知道吗？姐唯不唯一不重要，完了，那你说这句话肯定别人也看过，懂了。姐不重要，我一下就懂了，一下就明白。哎，80，三倍，怕死还想来啃80吗？我操，三倍了。接下来拿7个，你怎么追呀、啊？接下来我们拿一个，就相当于拿3个了，乘胜追击。是啊，乘胜追击，直接开杀。发育了50分钟了，你有没有发育好啊？乘胜追击，还没发育好吗？发育好了，姐，我现在找他们跟我打架。他7个了，他怎么追？我现在找他们跟我打架。他拿什么追？不过你们这些群里面那些女老板每天带着自己男朋友打也感觉也挺有意思的，想想看也挺有意思的。空技能，该说找气受呢。该说也还可以，但是遇到这像星空这样的陪玩的话，晚上觉都睡不着。你去追这个了，你去追中路的，你去追 AD 啊？啥意思呀，星空？什么意思？星空什么意思？
抢你人头不知道吗？抢我人头，知道我说出来吗？没抢到，看不懂话是不是？没抢到，没抢到，没抢到。大的恶心的东西，恶心东西不是你吗？恶心的东西。哎呀，他好生气呀、啊！他好急呀、啊！哎呀，中路有两个头。我生什么气啊？啊，中路两个头。我生什么气啊？你们做那些恶心的东西。你能帮我看看对面人在哪吗？中路找不到对面人，姐，对面不知道去哪了。我一个人。哦，他们要推中了，我操！上高地了的。我操！我操！他们怎么在家？我回去了。我来，我来，我来。你打游戏不带眼睛的吗？哎哎，你敢不敢让我来啊？你敢不敢让我来？你是什么勾吧？干你让你来？你是什么勾吧？他帮你打伤害了。哎，还想闪现抢我？哎，我收集者是假的呗，我这收集者。哎，就加速吧。我有那个，有我有这个风，想跑。还有个加速来了，你赶紧去追，去跟他抢，去追呀、啊！往哪里跑？又来三个，发誓三个了。在那边干什么？我打了红 buff 那是。哎，我们也拿到了，就是我们拿到了。他少吃一点，我他少吃一点。他那个红 buff 是吃你一个红 buff 了。我救你，我救你，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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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完了，狮子狗也去了。好啊！唰，狮子狗一个大扑上去。砍他砍他，他又回来了。哎，这送人头啊，这小子死了。那是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啊。我操，劈了他。我赶紧出来回血。我有盾有盾有盾。没事，得赶紧回血。还行还行。我复活甲出来了。我复活甲出来了有什么用呀。来来来。太恶心了姐。姐不急，姐你相信我，你看我之前，今天不是审核吗？不着急，不着急，人家85个奔100去了。哎，我已经超到300个了。我已经超到300个了，他审核不通过啊。刚才就已经300了，我那会儿不是说了吗？啊，这会儿更多了。对啊，啥情况？已经考核通不过了。已经没通过了。是的。你已经别没通过，哎，这把不算吧？这把你抢我英雄，我说了这把不算，凭什么不算？这把不算啊！你跟他们说一下，姐，这把不算。我说话有用吗？姐，求求你了，姐，这把不算，下把让他把坑你放给我。我捏着的吗？我定的考核规矩吗？姐，你说姐不是管你吗？你姐上网上网上，求求你了，你帮我说一下吧。我他妈是管理，我管理也不是万能的，我这个管理现在脸都被你给丢干净了。没有姐，你让他把坑你放给我，我一定给他拿下。好吧，哎，你这把。